贩卖私酒啊？不是已经没有那个酒令了吗？为什么还贩卖私酒？难道是那种便宜很便宜的酒？真的打抢啊！你看那个 Califer 的脸，Califer 的脸是特别什么的，钥匙在他手上。没有多少时间哦，要打抢就要快一点了。哎呀，搞砸最多 checkpoint 吧嘛，checkpoint 很方便的 checkpoint 游戏 checkpoint。想清楚了没有哦？你真的要抢啊？你还有老婆女儿哎！You doing this? We're doing this. 哟，真的、哦，这样不怕死啊？哇，以前要打抢可以随便打抢了，这么简单轻松了吗？以前打抢，哦来哦，哇，一进去就直接拿枪，哇、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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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Not you, ladies. Stay where we can see your pretty faces. Anybody moves, I'll pop them. Get the manager. Okay. 现在我要跑上去了。楼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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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Okay, 这边交给你了，兄弟。去他的门。嘿，来，快点。Down to the vault. 跟我去仓库。No one needs to get hurt. 啊不，我不会伤害任何人，快点。How many guards at the vault? One.哦，一个而已。I don't know. 他敢开枪，我就爆掉你的头啊！ Bullet, so、you tell him to stand down. 听到没有 ？All on you. Everything okay? Okay. Here is being good and cooperative. We're all doing what we're told, aren't we, buddy? 走啦，走。Your sword never do. You just worry about yourself. You want to see your daughter graduate from. 我这边有个不要啊。Keep your hands where I can see him and tell your guard to do the same.举起你的手，你为什么放下你的手？放下你的枪！我可以直接杀掉他。哎呦，可以直接杀掉他。呜、哦！骗我讲只有一个警察，骗我！哎呦，这个骗我啊！那死人经理骗我，骗我，骗我！你的员工就全部得死，快点！啊，为什么你要骗我？为什么？为什么？啊，不想死，吃他，可以哦，可以杀掉他。我乱来了，真的可以杀掉他。哇，发财喽！哇，哇，好多钱呐、啊！累啊，钱呐、啊，抢啊，快点啊！警察来了，惨了，完蛋了，我们破盖了！快点，快点！哎呦，这么多，哇，这样大包！走了，来几个我就杀几个。哇，你那把好料哦，我想要你那把。我想要他们那把，他们那把好像比较好。他们这把比较好。哦，快点上车，上车！喂，上车！哎呦，快点啊，玻璃！快点，快点上车！怎么你动作这样慢的？你还要学人家打抢，动作这样慢？哦，走！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哇，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哦呦，我要专心开车，我不能开枪，撞啊！嗯，哇，他的衣服有弹孔的哦。哎，这辆车蛮好驾的，其实驾很跑很快，这辆车。哎，老天保佑！哇，这么一大袋钱到底有多少钱啊？里面？ I can't believe we fucking did it!以前警察找不到这些证据的吗？谁打抢那些东西？不认得那些车的吗？
以前的警察这么垃圾、啊、好了好了，不要那么兴奋了，冷静一点，孩子，冷静一点，我们要走了。Unless I'm halfway to Hawaii. 然后那个甜的奖粉。I'm kidding. Hey, I couldn't have done this without you. I know that. Go home. 你确定你会分钱给我？我感觉你不会分钱给我哎。你讲到这样子，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Good luck. See you around, pal. 哇，你就开心啊，这样大袋钱。哇，你这么放心给他拿。艺术知识，这个应该是最终章了，最后一章了。Well, look at this. Christ has finally risen. I was getting ready to call the coroner. 啊？你当我死了吗？ Had a bit of trouble falling asleep, is all. Me too. Thanks to you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哎呦，老婆，不要这样子嘞，又不是第一次熬夜。哎呀，儿童不宜啊，这个画面。Okay, what you do?来讲吧，坦白讲。Got that right, champ. 然后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看到他的女儿的样子。Oh yeah, I'll call the paper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aking you and a kid out to the shore. You serious? Ain't you working? 不用做工了。是啊，我已经发达了，我不用做工了。Coming to some money. One of his cracked angles finally pay off. 哎。你这么聪明呢、啊、哎呀，不愧是我的老婆，我就喜欢这么聪明的女人呢、啊、很多很多东西瞒着你，你不知道，说不过去，是啦，你看果然，哎呀，这个老婆聪明啊。对呀、啊、你整个人坐立不安啊。Yeah, you're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Probably you don't even know why yet. 你什么东西这么紧张？他可能是教父那边呢，怕教父那边会怎样啊？知道他们有一笔钱呢。Just in case it's him that got you all wound up. 有可能呢，想清楚啊，老婆讲的话。哎呦，你看，你没听过一句话，福建话叫“听破嘴，大富贵”啊？哎呀。不听老婆讲话，当谁呀嘞？你可以参观一下他们的家。哎，还好我回来有个东西呀、啊，有彩蛋那些东西、啊。哎呀，看多一下老婆啦。是啊，我想你呀、啊。哎，你好像很轻松，没东西做。哎，这个什么？我的计程车执照。他还有那些记录啊，他以前的记录那些。这个什么？开门出去啊！哎，进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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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出现，我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哇，很多哇！我 ，Oh my god， 我老婆被杀掉我吧！哎呦，他的结婚照，怎么脸上有一个疤？那个是我电脑问题吗？我看到电脑问题还是根本那照片就是这样子？夫妻合照哦，1934年6月，六月结婚的，这个谁来的？故乡西西里。哦，他是移民过来的，怪不得他不会听那个什么西西里语啊。是5年过去，一直在这边生活。哇，很多东西看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最终章了。我再不做一点东西来看的话呢，哇，你看三兄弟的照片，说明那个 Sam 笑到这样子。哎呀，老婆，别这样子啊！我知道你爱我的，不要这样。没东西啊，那这边还有个门可以出去。嗯，楼上不能去耶。他这边有个挡子，就证明讲我的女儿现在这个时候还很小而已咯，应该是。那这边还有后院呢。嗯，还有东西、啊，报纸啊，银行抢案呐、啊。还好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的，哇，可以啊！你看这个游戏，哎，爽啊，爽了爆啊 ！OK， 我们来开车了。哇，他的车，他的车这个样子啊，来看一下这个车性能如何。我的车，呜，太低了啦，他的底盘不是很好驾，其实不是很好驾，可是很稳哦，他转弯很稳。就是他转弯呢，不会
不会讲整辆车甩出去这样子。你看，你们看到吗？我转弯的时候很稳的这辆车。哇，兄弟，你还住在这边呢、啊？我还以为你跟了教父过后会比较有钱一点。OK， 下车下车，警察来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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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就没事情了。哎，管那个警察去死，你进到来就是赢了。警察抓不到我啦，我已经进来有啦。OK， 兄弟，他拿枪。Oh my god！ Oh my god！ 什么事情？玻璃，玻璃，玻璃，什么事？为什么？啊 ？Oh my god！ 哎呦他，哎呦我的兄弟，谁杀你？玻璃，哎呀，这个兄弟，应该是有人知道他打抢的事情了啊。知道的人只有 Sam 而已啊，不是吗？那天只有我跟 Sam 还有他在一起，不好吗？哦，钱不见去了，钱不见去了，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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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Oh my god！ 谁打来的？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刚刚我明明撞到人了。谁打来的？难道是杀玻璃的人？喂 ？Holly， Sam， it's me， it's Tom。Sam，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 ？He's a He's dead. I'm looking at him slumped over in a hallway. 他被射了两枪啊，他的头。I was calling to warn him. 警告。Jesus Christ! I owe you fellas my life. 什么事情 ？Warn him about what, Sam? Salieri. He found out about the bank job. 啊？老大发现了？ Deep shit, Tom. You gotta disappear. 你确定不是你讲的？ Okay.他带我老婆小孩出城惨了咯。对啊，这边不能留啊，刚刚我撞到人。Meet me at the city gallery. Yeah, okay. Keep your head down, Tom. 我感觉这个 Sam 有问题嘞，不是嘞。Thanks, Sam. I always pay my debts, Tom. 你确定？你报的恩是？教父的恩还是我的恩啊，你讲清楚哦，兄弟。哎呦，玻璃，我的兄弟，太惨了。他的血干了，完了，应该死了很久才对啊。I gotta go. 你看我那个警察，原本要追我，已经不见去了。楼上还可以再跑，可能楼上隐藏一些什么东西呢？谁知道是不是？哇！你看有些地方呢，虽然你不用跑到那边去啊，他不会讲堵着你的路还是怎样哦，真的有东西啊。所以跟你们讲啊，值得买啊，这个游戏去买吧，买吧，不是业配啊。Don't move, Tommy. 嗯 ？Shit.Oh my god， 他真的是出卖我，我都讲的啦。Hey, Tom. 那个事情明明只有我们三个知道。What the hell's going on? 什么事情？哇，穿了你这样绅士啊，穿了你这样靓仔啊。Put me in a bad spot. 啊 ？I know, Sam.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But I need to get out of town. Can you help me or not? There you go again. Making me choose between my friends and the family.什么事情哦？ This is what you were looking for, Polly's. No? Here's your cut. 哪里有？才两叠钱。哎，我拿的钱更多啊。You killed him. 你为什么杀了玻璃？ You killed Polly. 为什么？ No. Polly got himself. 他是我们的兄弟呀。I'm just in a good mood. Things are right between me and Tom. 你因为教父。他给你升官。And I just found this big bag of money. What the? 你还要信那个教父啊？ Don knows about Frank. 哇，你真的是很忠心啊你。The whore too.
哦，惨了。The girl you were sweet on. 他知道我放掉那两个人了。够力了。Sorry about this. 你这个兄弟做到哇，真的是很兄弟啊你。Shame, Toe. 哇，老喂，你这个。Don Salieri. 你那个假的兄弟。Really liked you.你这样还要帮那个教父，我们一起跑了。哎呦，杀掉那个教父了，我们三个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的？你纯粹是害怕而已。对啦，你只是怕那个教父会解决掉你罢了嘛。Maybe. But you would have lived a lot longer if you would have just looked over. 哇，你最后一掌你要玩这样子东西咩？搞兄弟反目，哎呦。Goodbye. 不要。Don't let him suffer, boys. 你真的，哇你！你杀掉一个玻璃，你还不放心，还要杀掉我？喂喂，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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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中弹了，惨了咯，又来，又有枪战，又有枪战。Where'd you go, Sam?好、哦，你以为你跑得掉吗？哈，我是神枪手哎、欸，你知道吗？我老哎、欸，这个真的是跑得掉，够快的这个。哎呀，这个 control 这个时候，哇老哎、欸，跟我搞这样，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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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搞这样子的东西，捡他的枪。OK， 捋。哇老哎、欸，你留这样多子弹给我，你好哦，你真的是，哎呦。你真的是，等等，你真的是好啊！你真的是好啊！哇，射到你这样开心啊 ！OK， 有补血，补血先。你这个兄弟，这样子的兄弟，你对得起我吗？哈，我救了你的命嘞，我跟你出生入死嘞！哇，你这个，哇，来呀、啊，来呀、啊，来、啊！跟我玩！哎呀，不子弹！跟我玩！跟我哎呀！我没子弹！跟我玩！哇，这个火拼 ！Oh my god！ 跑！喂！哎呦，躲在这边！哦，一起死！哎呦，惨了！不能一起死啊！哎呦！你想做什么？哇，这么多人！哎呦，跑啊！看他这个，哎呦，差点按错刚刚。哎呦，累着累死啦！ But the thing about drug money is it pays for a lot of muscle. Put them down, boys. 又来杀我！哇，又一堆人！我的天哪，这样子，直接丢一个火瓶过去啊！来，落地开花，爽吗？OK， 搞定。怎样？你还不死？哇，现在不是变成整大袋钱都是我的了。这次没有人带你去看医生了。怎样？
找到我又怎样？我有办法处理掉你们，也有办法处理掉教父的。You can disappear, just like Frank. 对，没错。Frank 有办法消失，我也有办法消失的。What happened to him? 啊？难道 Frank 也是出了问题？ He was hiding out in Europe. 独塞狗，哎呀，死性不改。Started betting at the dog track. Oh my god! Got spotted by a friend of the family. 哎呀，最后还是死掉了。Yuri. He sent out a crew. Frank 最后也是死掉。And his family. 啊，一个都没有剩。Christ. 来，做个了结了。谁叫你杀了伯利，一命还一命。曾经我们是兄弟呀、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You can't do it, can you? Always that little voice in the back of your head. Maybe sounds like. 你看，身为一个黑手党呢，不能要有这种牵挂，家人啊，孩子啊，老婆啊，不能啊。An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坐不下。Every time you open your fucking mouth. 闭嘴，收声。晚年眉毛，蜡笔小新啊。Remember that time? Me. 我当然记得啊。可是你背叛我们呢、啊？不要再讲那么多了，你这个骗子，出卖朋友，出卖朋友。我没有你这样子的兄弟。滚吧你！下地狱吧，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Blood money 真的是 blood money 这个，所以整大袋钱都是我的了吗？哦，解锁成就，哇，好多成就，两个成就。 I sympathize with the situation, Tom, and I want to help your family, but 我要出庭作证了。 I can't do anything unless you're willing to testify in court.You understand that, right? 我全部都要指证他。Sarah 的父亲也是啊，路易吉也是要被指证啊。我指证他以后怎样去打蘑菇。要弄到新的身份了。There's a long road between us sitting here bumping gums and Sarah sleeping under new stars. 要等一段时间。Then I'm sorry I wasted your time. 浪费我的时间了。And mine. 我要走了，我要跑路了哦！你帮不到我。哇，你四个儿子啊，你这么厉害啊！Wife. 牛逼啊你！所以你要不要帮我？你讲清楚先，讲一半不讲一半。All Irish twins. Yeah.So you k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ll the worrying over them, the fear that one of them's gonna go before you do. 就是讲不知道能不能保护我，尽量哦，尽量做到保护我。It'll be one of the biggest this city has ever seen. It could drag on for years. I don't know if I can protect. 黑帮的路真的是不好走啊。Everyone's gonna eat, right? 黑警，他也是黑警吗？这个人？Just being honest here, there's a few badges I can trust downtown, but not many. And if it comes down to you or me taking a bullet, I'm not going to make my wife a widow. Keeping you alive ain't exactly the moral course, but 尽全力 I'll try. 这个警察也是好的。That's a pretty good sales job. Trying to make me think you got nothing on the line. But this is your whole career right here. 至少可以破掉那个莫雷诺的案子。没错啊，没错，至少可以帮到你、啊，我有证据啊，污点证人呐、啊，帮你指责他们呐、啊，指证不是指责。Salieri belongs behind bars. I'll help you so long as you help me put him there. That's all this is.好吧。Then that has to be enough.
哇，那个游戏就这样子结束了吗？后记啊，还有啊，老了，老到家，哇，老哭哭啊，大女儿啊，哇，可以啊，这个游戏 happy ending 啊。指名赏这个男人，那家人，他真的是去做污点证人了。哇，那个是他女儿，是不是？左手边了，他的脸很什么？一脸看就知道是 Kelly 飞的脸了。哎，这两个被抓，然后如意记呢？哇，老婆也是老了，哇哇，你老到这，你对你老婆不好啊？没用多一点护肤品啊？抛弃了朋友，他老了，可是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哎，他也是有坐牢哦，他坐半年了，也是一个赎罪耶。A better husband, a better father. 哎，你的脸做得好什么？不好看了。That I'm a lot older and just a bit wiser. I see that family is. 那他稍微有点肥哦，有点发福。你看他的身材。So our greatest strength. 嗯，不错啊，这个游戏 happy ending 啊。It gets us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哎，他现在新租了家吗 ？Chase our dreams.Even when they're moving too fast to catch. That keeps us from falling over. 他的女儿回家了吗？女儿跟老公。Mr. Angelo. 嗯？来者不善。Yes. 什么事情？啊！哦 ，Oh my God！ 哇，他的大佬。哇，他的老大找人来杀我！哇，哇，那个结局，他应该是预想到了的啦。他全部都是他的儿子啊！哦，哇 ，Remember that money, jobs, even best 家人比较重要啊，他讲。他可能已经预想到了，总有一天他会被杀了。哎，但是至少他还是过了很好的一个晚年呢。啊，不错，这个游戏，哇、哦，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爽了，太好玩了，这个游戏。啊 ，OK， 打清了，哇，可以啊，可以啊，这个游戏。东西杀青了，其实这个游戏真的是不错玩的。问题是这个游戏是什么问题呢？我这边分析一下几个问题给大家知道。其实它的画面啊、画质啊、故事剧情啊，还有它的操作呢，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有些地方啊，比方说可以驾车掠过的地方呢，其实不需要穿插这个部分在里面的。还有就是开车的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代的关系，所以有些车呢不是很好驾，因为感觉。好像开其他车呢不是很舒服、啊、不过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游戏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它的故事有一点短了，如果它的故事再长一点啊，更刺激一点会更有趣啦。因为它后面我觉得它的故事呢有一点结束到太快啊，就感觉前面呢一直在铺垫很多故事，然后有一些不关事啊或者是潜行的部分呢都很闷，可是到了后面呢就很刺激啊，比方说你要背叛教父啊，然后去杀敌方的老大，或者是自己的兄弟背叛，所以怎么说呢？就是他后面的故事呢，不应该穿插的这么快，应该跟着慢慢顺序去铺垫下去了。而且我看到他三部曲啊，他的评价是最高的嘞，第一部评价是最高，最差好像是第二部、啊。不过我看大部分人的留言都是讲第三部不好玩了，第二部还可以。嗯，所以你们给我知道咯，第二部要不要玩？第三部要不要玩？不过这个系列其实没有什么人要看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把广告看完，你以为我要讲订阅嘞？